首先我要先谢谢很多朋友，然后还有很多工作人员，很多人可能没有站在这台上，但是他们也都真的非常努力。是，然后最感谢的是两位，一个是刚哥，一个是导演，让我有机会可以好好当自己演员。对，恭喜。然后非常开心，真的非常开心。是，然后跟所有人工作也非常开心，然后跟君令的床戏也非常开心。是一定的嘛，对不对？士林有没有很羡慕啊？我比较羡慕君令。哎呦，这个蛮入戏的。你先头条。对对，头条头条，快点告白，快点。对对对，快点快点快点，没有了。先给拥，先给个拥抱，再就一起去看中医，快点快点快点。我可以介绍你啊。哎，对对，他很熟啊，中医啊。不过真的啦，春丁真的，因为就像刚刚佩嘉讲的，张君宁是很多人的女神啊，你会有点紧张，因为毕竟要入戏，可是又对不对？那个哇，这个就像亲下去这样摸来摸去。第一个我觉得当然会紧张，不管跟谁演我都会紧张。那当然君令他应该也很紧张吧，在办公室带红酒。对对，然后他还带了红酒。对，他带了 screen， 然后他带一瓶红酒，然后我们两个就默默坐在那边一人喝了一瓶，先把自己微醺一下。对，然后就上戏了。是，太棒了。大家可以看得出来他们两位也非常的自然，这是敬业的演员啊。这个丁尊成表现杰出啊，当然他刚特别谢谢导演让他好好当一个演员，恭喜你了啊。跨出了一步。那接着我们来欢迎的就是张君宁，来女主角跟大家先问好。大家好，今天看到这么多人都很开心，然后因为这个电影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，我在看原著的时候眼泪就一直掉，所以那时候可以演我真的觉得很开心。那我觉得这真的是大家那时候两个月非常辛苦的成果，那我觉得这个电影里面包含了太多太多的爱。是，那我拍完这个电影之后，我觉得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它让我学会要把握每一分钟。对，这就是要把握当下的每一分钟，每一件事情。对的，不管是跟宠物啊，就跟宠物交流的每一分钟，跟这个自己的家人相处的每一分钟，或是如何在拍戏的空档呢去抱一个男人泡一分钟，那都是非常重要的时刻哈。那么所以这个请报告一下，黄先生会包场吗？肖哥吗？哎，对，我本人。哎，肖哥，你也是我也姓黄，我姓花生，黄生，我姓花动人。谢谢肖哥。好了，不要闹了。但是真的恭喜君宁啊，因为就是刚刚讲啊，其实这个角色也不好演。我看到一场他跟 Peter 大吼大叫的戏，我真的吓到，我没有看过你这么狠过哎。那场戏还顺利吗？因为你要跟他讲出你心中所有的不满，对不对？对。但其实那个 take 已经是拍了好多次啊，然后而且他是一路朝进去，对对对，一路朝到最后有点快睡过，是吃洋芋片，因为这样才有体力啊，还吃洋芋片。对啊，因为那场真的，但是因为他的情绪其实是。女主角她真的在职业上面有很大很大的压力，是，然后整个等于是生活跟工作也是爆炸。是，哇，真的是很了不起。你知道演员啊，该哭的时候要哭，该笑的时候要笑，不能笑的时候也不能笑，对不对？然后该要爆发的时候，我们也可以看得到她非常优秀的演技。恭喜几位完成一部真的非常棒的电影。